爸爸，我想吃冰激凌，爸爸给你买去。吃吧。哦，爸爸，你转过去。哎呦，不想让爸爸看你吃冰激凌。好，爸爸转过去，拿着送给小朋友去。这个冰激凌送给你吃，谢谢你。爸爸吃完了，这么快呀？我还想吃。啊？这还想吃？好好好，我再给你买一个去。快吃吧，爸爸你转过去。好，爸爸转过来，再送给小朋友去。把冰激凌送给你，谢谢你。这孩子吃没吃完呀？哎，孩子哪去了？哎，爸爸你怎么转过来了？你上哪去了？冰激凌呢？我送给我的好朋友了。送给小朋友了？送给小朋友你跟爸爸直说呀，你就送给谁，爸爸去给你买。拿着送给小朋友去。